我找你。你找我？我。说。我就是今天，我想跟你真诚的道个歉，我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那么对。那你应该怎么对你这不是，这本书，你不是一直说让我推荐给你，就是你不是想让我推荐你那本书看吗？然后这本书我挑了又挑，我觉得还是这本书最好。它讲了一个爱情故事，它讲了一个旷日持久、充满坎坷、忠贞不渝的爱情。送给你，你回去看，看完了以后你要觉得，有什么心得、有什么体会，咱们可以随时交流，然后该上课了。这世界很酷。